吃的，别让我吃的，放回去，别让我吃的，放回去。啊？怎么办？不要不要，你给我放回去。不要回去。OK。妈妈，我喝多了，要是万一我把它摔下去，哎呀，不行啊！待会把我摔倒就当了。朱三尊啊，十个，我操，我操，牛逼，牛逼！一个，我牛逼！我操，牛逼，朱丹丹！豹哥，这是我二排，叫苏娜娜，酒量贼好，力气贼大，身材贼好。我牛逼，我觉得够了，五个够了吧？五个吧。哇，牛逼！哎，你力气好大，苏娜娜，笑死了。去去尿吧，去尿吧，去尿吧，去尿吧。我的气都掉了，这到底在惩罚谁呢？我的气都掉了。啊，这不是舒兰兰最想要的吗？这当然是最后啊，惩罚是赢的。怎么样？那你以后可以不用播了啊。豹哥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小猪的直播没意思，不如看舒奈奈呢。我舒奈奈本来想要 PK 的，但是白天 PK 没人跟他玩，确实没人玩。白天有人玩吗？啦，好像中午有人玩。中午谁玩了？中午他们颜值区的玩。颜值区谁嘛？我认识不？你不认识。就是谁认识？你可能认识老铁他们，应该认识。老铁我认识，那我到时候跟老铁发个消息，让他带出来一起玩呗。可以。老铁，我怎么会不认识呢？咱们想起来你认识，一起播户外过的。他们好像中午12点钟和我玩呀，我也是主播。你中午要播吗？他播的吗？
你中午要播吗？我只知道豹哥晚上播。豹哥晚，你跟豹哥打过吗？我打不过他。哎，你打过没有吗？打过，我们五打一都打不过，五打一都打不过。嗯，他很猛。巨猛，就是无人能敌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老板太拉了。你可以下次让舒奶奶跟豹哥打一次，被军训一次。嗯，可以。谢谢罗伯特特的666，谢谢罗伯特特刚刚送的超级火箭，谢谢梁辉的火箭，谢谢包哥刚送，谢谢包哥刚送的花仙子和11个火箭。虽然说你最后站在了舒奶奶那边，但我知道包哥你永远都是关心我们的，有抱在，没意外。还有这 slogan 啊？哎，对，操，有抱在，没意外。等会上来就要教他教会他。啊！我靠！你好会呀、啊！啊，我不会、啊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？我要是会的话，豹哥就不会帮舒奈奈打我了。豹哥都说了，是看不得舒奈奈哭。豹哥说啥呀？他说什么？去哪里找的人才呀、啊？你说我吗？说的是人，你说的是我是吧，豹哥？我一直都在呀、啊，不用找，我就在518924，永远等着你啊，豹哥。豹哥，他是当代斗鱼。舒曼玉，哎呀，你简直高于过誉了！我是章子怡，我是骆子怡，我骆子怡的爷，哎，就这样。是小章子怡，他是小张曼玉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两个人这就碰巧了，今天打 PK。小洛要偷大哥，没有，这本来就是小洛，没有，这就是、哎、本来就到大家一起玩，大家一起玩。希望下次豹哥可以帮我打。有一说一，豹哥看我直播之前都看的，豹哥到大都看的。各个分区都有所涉猎，我能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舒奶奶已经拿捏住豹哥的，豹哥看不得哭，那舒奶奶最擅长坏了呀，那怎么办？不是我也很擅长啊，怎么不见？不怎么豹哥对我就，豹哥之前还说怎么说？就是小就是他觉得小鹿直播有什么意思？知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小鹿上身？那他还是给你上了呀？但是他后来发现了我的内在美。因为他以前看我的时候，我都不化妆，然后跟那儿跟人 PK， 他可能就觉得啥玩意儿啊，长成这批样、啊、还跟人 PK， 还来还有人送礼、啊，那搞不懂。哎，但是啊，我不知道豹哥的口味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豹哥喜不喜欢身材全菜？豹哥喜欢你这种性格的，真的、啊，哎，就是我们这种性格，那不就是他这种性格的吗、哎？对对对，我说的是身材，我没有他。他那个身材属于全秃，我也，你不是，你算了吧，我这可以啊，我这还等他上，他是不是掉马桶里了？他不喝大把他接回来吧？我怎么不是啊？我怎么不是啊？他的身材确实很吓人，他那都是，他的身材真的太好了，我最羡慕他了，豹哥。就喜欢这种豪放性格的。我说你身材好，他们不信。我身材，罗杰说他的身材比你好。给我就出来，出来，干嘛要打我？不是啊，不是我说。罗杰说他的身材比你好。我今天是因为吃的有点多了。我说实话，我现在有工作，有事一起玩，下次跟豹哥一起玩 PK。你遮住了你最耀眼的东西，你把你的手拿开一点。不是，杨姐，这个不行，这有什么意思了？就是秀肌肉，哎，你懂不懂啊？你选不选过美啊？看过选美没有？对啊，能选豹哥，下次见。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说一句，有豹哥没意外，豹哥没有意外。这是什么霸总呀？这是什么霸总？有哎，豹哥在，没意外。两个人开始表情中已经出现了，手下败将，休得无礼，休得无礼，不要再放肆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你运气好，这是洗碗的水，乌龙茶呢？我放肆，不喝酒，不要再放肆了。今天也就是你运气好，你但凡要是没哭，你这把已经输给我了，我告诉你。哼，还真是。但是他的看家本领不就是哭吗？学我的，是不是从我这学的？是不是上了我的北影哭戏教材？不要中戏，中戏北
气哭，你不要放。你没有听过一句话，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我靠，哎，他们说你是男助理，我操。是啊，我是，我是男助理。再来一个下半将。别笑，本来我都觉得没戏了，本来我都觉得最后五秒我都觉得完蛋了。最后我来说豹哥把 PK 给整明白了。难道那你是不是去吐了呀？吹吐了是吧？我怎么可能啊，就这点酒真吐了吧。不是不是，这一点酒才啥呀，十二度的酒。你知道他上次本来两瓶，上次他是把谁军训了你知道吗？他把林耀直接军训了。他把药导军训了。林耀直拉拉了，太拉了。你喝呀，别看着我呀。不是这点小酒，我说实话我真的不在话下，就是我是已经是有半斤白酒的量的人了。哦，半斤白酒这么狠。对啊，这不是小事，这是小事。林耀什么时候来上海再军训他一次，再军训他一次。上次那个军训太好玩了，我靠，哪个我都忘了，就我的海底捞火锅那个军训太好玩了。我知道他是真的很好，不是，不是，说错了。林耀是真的好搞笑啊，林耀。啤酒喝肚子不是度数的问题了，就是我的那个肚子的容量的问题。但是我说实话，喝个什么，其实说实话，啤酒我喝个什么七八瓶的，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确实是会比较撑肚子，比较撑肚子。尤其是我今天还穿了，哎，等一下，你要呗。我来送，别送，别送，老板，别送啊，给你啊，不要，哎，等我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浪费，等我站站，这样吧，我还没有续公爵，等我续好公爵，你哪天？哎，你 PK 到你没有了吗？我有，但是手机续不了。别送，那个耗电节了，续费跑掉了，续费 ，iOS 对 ，iOS 不能续费。好好的。嗯，别吗？不然我要记得兑现，不然我要一闹了，我告诉你啊。一闹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给我，应该让我找你闹了。哇，这是三一妹妹的六张办卡，是三一妹妹，是三一妹妹六张办卡。哇，谢三一妹妹。哎呀，树宝，哪？你要吐了呀？不是，我什么意思？你也没好到哪去，你在那吐人好多了呀，我这。我这个，我先跟你们说明一下，我这不是秃，这是我的头发的密度比较稀疏。然后呢，其实我的头发是因为，如果你的头发密度比较疏的话，其实跟一个有一点很关键，就是我的那个头发的细软程度很关键。因为我的头发很细，所以你这样看起来会觉得我的那个间距有一点点的大，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我秃，是因为我的头发太细了。树宝。嗯，那个我们是差不多了吧，走了吧。嗯，那去找老板要一下那个打包盒吧。我找你最近嘛？你如果我要出来的话，我要让你的老板先让。哎呀，人家让小凯、小可爱去了。小可爱。嘿嘿，这个小可爱。我不是秃，我真的不是秃，我跟你们没有。哎，对了，要走了，把酒喝掉来。不是，我说嗨，你就给人感觉好像就是你就是。对啊，就是狂，咱们就是狂。我有一点，不是我没有酒了呀，你这个别抢他酒。你看看，干嘛呀你？不是你没喝多，不要搞这些东西，花里胡哨的东西出来了，别人就会误会你喝多了。我就瞧不起这种人，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，哎呀，我一点都没有。稍微尝一下你的肚子，我求你了。我觉得兄弟们会嫌弃吗？我觉得没有吧，我觉得无所谓吧，有点肚子不是很正常吗？谁喝酒没有点肚子呀？这有一点肚子，那不是很正常。哎，他那个哭真的好真实哦，唰一下那个眼泪。我喝酒了之后，上头了之后就特别容易。我十杯酒下去，我没有一点。那我等一下，你先别说，那证明什么？那证明物理这个东西就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三月的飞机，三月妹妹。现在面对飞机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你那个你两斤的东西你塞了你的肚子，如果你一点小肚子都没有的话，你不觉得就像我有一个那种前空百宝袋的那种感觉吗？我没有。哎，就是全部都收进了那种空气的那种法宝的那种感觉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这就是不合理啊，合理的。你喝了酒你就是会肚子，就是会有小肚子呀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喝了酒没有小肚子啊。那不然呢？这些东西怎么了，蒸发了吗？不可能呀。所以说我这个才是比较真实的一种状态。
说完了吗？差不多得了啊。哎，我这个，哎，我这个稍微用眼镜，我操！哎，有点东西吧？哎，有点东西吧？不是吸，哎，我让我姐吸，她也吸不出这种。你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摸这儿，你摸这儿，放松，松，松了呀，松了，松了呀。他吸气了，别管他了。吸气是这样吸，放松。哦，嗯。我觉得树荫不太真实，你看我这种，你看我这种侧面来，你别吸，你吸了，吸住，先吸住，你先吸住，你放松。你这不真实，我这是不是放，我真放松了，我这个才这样是吸的，这样是放松的，我这个才放松。你这不是他好假啊！我不假，我这哎，我这真是放松了，你站起来真的是放松了，什么意思？这真是放松了，我不信呢，我不信呢，一般来说都是这种。我这真放松了，这是吸了，这是用力了，这是用力了，这是用力了。你那才是不正常的。出来练的可以啊，出来来，偷偷练是吧？偷偷经验大家。喝完了吗？哎。沉默了呀，两个人。你那是真的太夸张了，所以我问你为什么不去练一下肚子？我这是正常的呀。你吃了那么多东西，你怎么能不出来呢？谁说我太沉默了？那你们不觉得吗？其实我最觉得最牛逼的是，我现在没有吸气啊，这样从上往下，我得出一个杠杠。哦，一个杠杠。就他也是嘛，就是上次很好练。看嘛，我就说嘛，一只烤全羊太多了，连糖打包打包了，打包嘛，反正到时候还要给你医药费的，你在急啥呢？医药费要不这样吧，洛西，洛西，太害羞了，洛西，给你一个吻吧。哇，这好吃吗？哎，可以，你这个发不行。你别管，大人的事情，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管那么多干嘛？你白天想不想吃黑吗？感觉有人啊，你中午他们中午打游戏，真的，逛房很欣赏你。哎，十一点真的可以，11:00也来。啊，你们俩接班吗？对啊，快10:30就来了呀。你们俩是接到几点？我接到12:00。哦，10:30到12:00。10:30他就来了。嗯，他现在也起这么早。他正常就10:30上班。4:00的话，那这个等会你们有一个半小时啊？有啊，都要。他有5个半小时。化妆分两个妆就也可以的。一个两条啊，好。我身体白白哟，走神的。哎，兄弟们，跟你们说一下，明天我5点钟开播呀，因为我10点钟有一个活动。那我12点钟来吧，12点就播到5点钟。哎，明天周三，明天周二吧。周二你来个屁呀、啊！我来呀、啊，为什么要说这样？哎，我还想说呢，今天周一10点钟有一个，我给你们预告一下，就是看。妹妹跳舞的活动，对，官方的。你究竟有几个？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你们调都不对。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哦，有礼物好像没有，只是完成了全部的挑战。我们五金完成了。哇哦，好久都没有。我们五金还差一点呢。我们五星还差一点呢，怎么办啊？我们五星还没过呢，不行，小莫不能，你什么？别撒娇了，哎，你来一个小飞棍来喽！哇哦，谢谢花心的银河真心，你来个小飞棍来呢，小飞棍来喽，给我。
我来，小飞棍来呢。小飞棍来哟！喝完，本来就是这样的呀，打什么问号？你们好奇怪哦！我操！不是本来就这样的呀！干嘛？你们的反应我觉得我很奇怪。没眼看。好吧，我只能说没眼看。我先提前叫车，好吧。好，那走吧，我们下去还买单呢。溜了溜了。走了走了，兄弟们。都把这个给我拿下去冰一下，好吧？拿下去冰一下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什么东西拿去冰啊？冰箱都开出来了吧？你过来看呀。好好好好，等一等啊。罗杰大出手了，大出血了。谢罗杰啊。没事儿，还是挺懂礼貌的。回去的商务车我叫了。哇哦，老板真好。谢谢老板啊，天哪。那你从我们那边下去。对。中途把我们丢下来。中途都在高架上，怎么丢下来？只能下高架车。走吧。再叫，不一定能叫到，因为专车那个。没事，我们先下去吧，反正还要买单呢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先装的那个，我先拿过来的那个单子。苏奶奶，给我帮我拿下手机哈。哦，我的牛油果小包包。你等会儿，我助理回去帮你拿一下那个外食。嗯，好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你别管！大人的事情，就是嘛，老插嘴。不是，直接把它往上，对，链接发我。好好，我给你买一个吧。哎呀，罗杰，怎么回事啊，罗杰？咋的了？像你啊？嗯，什么意思啊你？不像你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像你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你究竟有几个？你妈他把我锁死了，很有效果，很快。我要去游泳，腹是很容易练的。我游泳，游泳可以练全身。什么时候去游泳比赛？看你啊，我九月份吧，九月份还可以去的。我操，你给我个勒死了！周周，我刚刚那个录的不行，你要帮我重新录一下。录什么？就是那个结尾。就是号召大家没喝多来做公益，我微醺，手机的声音有什么问题？你说一下，我知道。有时候如果用手机连完 PK 的话，它声音会有点嗡，那怎么办？没怎么重开只能。不用管了，我感觉不用管。我说实话，真的有好多人羡慕我，大厅里面不需要留位置的，好吗？那我们买单。我也买单。好巧。哪一桌？1202。真的，有很多人都很喜欢。对，手机进水的声音是的。关机。你倒呀，我抓紧。那我工作没了怎么办？继续我姐选，继续我姐，别害我。然后加那个优惠的价格，这已经是优惠的价格了哈。好的，人家是要求八五。好，狮子宝小雅，姐，过来，看我这。好了，不放，看一下发票。哦，好。联系到了，可惜是电子吗？好，这边的话，您这边怎么支付？直接支付是吧？对，那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，幺零六车，东西对一下啊，买完单的话是不可以退的啊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，好吧？没有问题。然后这边扫一下好。你不要把它忘了，就是不会丢人呢。你在那看啊，不会丢人呢。去黄一昌。多少钱？
1604。铁有问题，我没有问题啊，我没有问题啊。这个1201的，女生和女生之间的友情就是这样。说要搁那冰了，干嘛要那冰？冷菜间去冰一下。搁冷菜间啊？对对，搁冷菜间毛巾。摩羯跟老板亲一个。亲一个送办卡，就像办卡，就你就出卖你的灵魂。啊、火速了，虎哥，火速了，我也就送一张吧。虎哥，火速，他劲太大了，我拗不过他。火速，他们下来了吗？哦，你们在这儿啊？两张半卡，谢虎哥，谢虎哥，大了呀！现在舒奶奶，谢谢虎哥的132张半卡，大气，大气。这是小洛出卖灵魂，什么出卖灵魂？他亲我，我操，远了呀！我拗不过他，他的力气太大了。那你去、啊，我在这儿，我还是这样的，没事。反正本来你们也不住那个小区。谁呀、啊？你们去吧。你们 OK 吗 ？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把我们这个坐台车走。直播间的兄弟们照顾一下他们。哎呀，没事的。有我在，我又没喝多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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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可 OK 的 OK 的，还行还行。哎，那个叔叔，你力气大，你提一下。什么？虎哥说什么？虎哥说什么？你去什么？我没看清。啊，有没有飘屏的弹幕可以看一下？啊，虎哥不是应该是伯爵或者公爵吗？哦、我没看到虎哥的弹幕。我也笑到了。我们仨约一起送什么？你去什么？我没看见有没有飘屏的弹幕可以看一下。他们让你亲我，你敢不啦？你别亲我，你妈的，你别他妈亲我！我现在跟你们说，我拿了这么好重的东西，能不能给我拿一下？太重了，小鹿。哦，好，我手机可以，没问题。滚！哎，你为什么要？奶奶拿呀，人家拿着自拍杆这么重。我也拿着自拍杆。哎呀，别提我啊！哎，我痛，我痛！哎呀，好重啊！操！脖子被……你爸力气很大。他力气好大，他妈脖子被扭断了。能不能多来一点这种啊？还有没有别人的呀？你哥哥。下次你的任务就是亲一下蛋宝了，亲蛋宝那太简单了呀！哎，我们要往外走吗？不用，往外走吧。哎，兄弟们，等会儿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提醒我拿我打包的烤全羊啊，1299呢，1299呢，手掌筋啊！这个光好看哎，好漂亮哦。现在不用提醒我，等会儿下车的时候。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听到，哎，别急呀，太吓人了，你都记得，你怎么练出来的这个？天生神力，天生神力。太厉害了，怎么还有他们？我等你们还在，他们等车呢。怎么？我们也在这儿。你有本事你过来，你来上。下次羽毛球啊！你能打吗？我太牛逼了，我靠！我绝死了，羽毛球绝对干不过。再约啊！可以，搞点健康运动，不要再爬山爬着，你在这边，我们在另外一座山了，我操！过来点，不要站在马路上。没死多少？没有。吐了。我没喝吐过了是吧？怎么可能吐啊？就这点小酒，你在说什么呢？12度的酒，我才喝的一瓶多。
怎么可能会醉？还有啤酒呢，啤酒的啤酒马尿不算马尿，啤酒是马尿。害怕啤酒能算？能算酒啊？我觉得啤酒真的不能算是酒，所以也没什么好吹的，好牛的。啤酒不就是马尿吗？马尿，那我们今天都喝马尿了，没意思。啤酒能算酒啊？我笑死！哎，虎哥的表情真的好恶心啊！他怎么这么多恶心的表情、啊？我的哪儿这？我们车在前面，走啦！拜拜。喝的梅子酒。OK， 那么等会 ending 在小区里拍吧。好，我干脆回家拍吧。嗯，贴子，反正我们到小区之前关，可以帮你拍完再回去吗？可以。等会我们快到小区了，就下播了啊！今天我们两点钟就开播了，现在已经快八点了，八点已经八点。手机呢？你手机呢？我这儿。哇哦，罗姐你真没有，哇哦，罗姐你好清醒啊！当心车子，我手机在你这呢，给我，在他那儿，放在他的那个牛油果里。罗姐你真好呀，罗姐。罗姐酒量比你好多了，我没喝，他没喝，他喝了，怎么没喝？他没喝我这么多，他喝了。你喝的太急了，我们也喝了那么多，喝了一大瓶。嗯，你喝的多，对吧？嗯。到了，那个3399，你到这边来。怎么老板没有打专车呀？怎么就打了个快车呀？我们不配。好。这是专车呀，你看有凉快的。给我一瓶。玩好凉快呀。谁放屁了？谁放屁？谁放屁？真的有人放屁，给我一瓶水吧。那这里有水。对，我这有。127尾号啊。对。嗯哼，我操，罗杰，你直接是老板一躺，老板就这么一躺。小身板这么一躺呀，啊，别的咱不说。夸一夸，今儿个鼠奶奶酒量真大呀！啊，酒量是真的差，酒量是真的差。朋友的酒，我要给你们唱一首。你还要唱歌啊？朋友的酒，诺西你听过没？没有，你唱一下。朋友比天高的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，是吧？我听过，这是谁的呀？我不知道。真的有人放屁了吧？没有放屁。昨日一去不复回，欧耶开心比什么都贵。苦水先回去玩女鬼桥喽，再收回。好像这有人放屁吗？不是，是他新车的味道，是新车吧？新的那个，对，他新车的味道。小店，对，是他皮的味道。人生几十年，总会有风雨来追，潇潇洒洒不会不知不觉对，往事不后悔，也许慢慢的体会，只靠朋友这杯酒最珍贵。快把酒满上了，干了这杯呀！这个唱好朋友，好朋友，我们的模样，一生改变了我们的模样，也让我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肩膀。阳光总会
一直吼撒家嗓嘛，让我们抬起头学会了坚强。就像朋友的这杯酒躺在心上，反问了我凡事别放在心上。牛逼，好听好听，牛逼牛逼，好听好听。我怎么没听过这首歌？你竟然没听过这首歌？没听过。今天我们来小会，欧耶，醉情我满了酒杯，岁月匆匆如流水。欧耶，管他昨天谁是谁，人生的旅程有苦也有甜有泪，好汉不提当年，就再干一杯。往事绝不后悔，不必再理会，四个朋友这杯酒再珍贵。快把酒满上，干了这杯，大声歌唱，好朋友好朋友，今宵多欢畅。你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，也当我懂得了珍惜朋友的肩膀。阳光总会在风雨之后洒下草帽，让我们抬起了学会了坚强。就像朋友的这杯烈酒躺在我心上，凡事凡事别放在心上。谢谢韩寒韩寒的飞机，谢谢韩寒的飞机，谢谢韩寒的飞机。我不会唱这首。快把酒满上，干了这杯，大声歌唱，好朋友好朋友，今宵都欢畅。你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，也让我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肩膀。阳光总会在风雨之后洒下草帽，让我们抬起头学会了坚强。就像朋友的这杯烈酒躺在我心上，温暖我凡事别放在心上。再干三杯，再干三杯。好好好，安静一会儿，我们歇一会儿。怎么说啊，兄弟们，我真的怀疑罗杰在偷偷放屁。我真没有，司机都说了是他新买的脚垫，脚垫今天刚换的，听到没有，脚垫刚换的，不要想栽污到我身上了。不会是你吧？我不放屁的，屁者先知。没有，我们一进来就闻到了这个味道，应该都不是我们三个人带着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司机都笑了，你是意思说是师傅的问题？你是说是师傅的问题是吧？我反正一进来就闻到了这个味道啊。这个锅我不背。你想栽到吗？你想栽我师傅？我唱歌好不好听？好听。啊！你不觉得吵吗？我不能太违心啊。啊！天哪！啊哈！我受不了了。哎，就是难得有人。那你希望拉到这样的乘客，还是不希望拉到这样的乘客呢？你们开开心心就好呀。啊，师傅真好，说不给师傅一个好评。啊，师傅真好，你说好评安排上。安排安排，一定给好评。格局格局，专业，这就是专车专业。你要放个屁。就是上次吃火锅的时候吗？哎，林耀有没有把你拉黑啊？那上次拉会了呢，我上次还推荐他去把那个牙齿切一下，贴周周的贴片啊什么的。真的假的？他做贴片了？我想按了左就就就我上次我有在一次不知道什么活动上面看到他，他那个脸很白，一笑一口大黄牙，我说你要不要去做？他就做了吗？他说要去做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。你稍稍微往前一丢丢，我这里有点小挤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好 ，OK OK OK， 可以了可以了。我好撑啊，兄弟们，今天吃好饱啊！是那个烤全羊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好吃啊，那个好好烤的还不够干，还不像，我觉得要再对，还要再干一点。打包的这个很多，明天还可以吃。
明天就是罗杰了呀，你吃个屁的，我跟他一起。你可以吃，我们一人一盒呗。好嘞，好嘞。你要那个辣椒面吗？我家有那个六婆的那个辣椒面。OK。其实我觉得师傅长得挺帅的。确实，师傅一看就很年轻。对呀、啊，师傅，我刚上来就看到了。年轻。你多少岁啊？啊。25、24。格局打开一点，我告诉你。格局打开一点。格局打开一点。哇、哦！32。差一点。还差一点。哦啊，保养的很好、啊、哦，真的耶，看起来真的很年轻。本命年36。师傅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啊、是开车的呀。36真的是看不出来、啊。小心啊，我告诉你，滴滴语音全程为您保驾护航，为司机师傅的安全保驾护航出来了，你小心一点。小心点说。小心一点说。所以开那个滴滴是全程录音的，真的真的。我不知道啊。我也不知道。它是有录音的。哦。但是。一般不会，他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，他会对、哦。为了保证您此次的服务质量，本次通话将会全程录音。我姐好适合去做那个那、这个。哦，本次行程将为您全程录音。怎么说？滴滴连夜删除这段录音。苏奶奶已经困了。苏奶奶。好有精神啊！他真的好有精力，真的比我年龄还大，这么有精神。比我们年龄大这么多，结果还最有精神。我跟你们说吧，年龄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你身体的状态。You know，就是你得那个保持那个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得保持锻炼，懂？对了，对吧？对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如果我们都60岁了，61岁跟62岁有什么区别呢？对，对吧？只有8岁跟9岁，5岁跟6岁区别比较大。你越往后，31岁跟32岁，45岁跟46岁有啥区别啊？没啥区别。那个时候就看谁精神状态好，懂不懂呀？是不是？我要是60岁的时候，我也是一个活力无限的老太太，懂？你要干嘛去？跳广场舞去？也不用跳广场舞吧，我反正我坚持每天爬楼，你知道爬3阶楼梯就能年轻一秒，懂不？爬3阶楼梯可以年轻一秒啊，懂？快乐的老太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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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我好喜欢这首歌哦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，你喜欢吗？还可以。对啊，我好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感觉什么都能放的，什么都能看开的那种，享受当下，然后那种今宵有酒今宵醉的那种感觉。3月的飞机来啊！这3月的飞机，3月什么时候来上海喝酒啊？三月酒量可比你好多了。那个时候我跟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现在一年过去，我现在酒量可好了，我还是锻炼出来的。对啊，酒量本来就是会锻炼好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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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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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嘿，当当当滴答滴答滴答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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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嘿，当当滴答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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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今宵多欢畅。你能稍微过去点吗？你已经全部都已经倒在了我的身上了。我的问题吗？是这个过心的打包的东西。OK， 过心的问题。又是我的问题，行。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觉得我打扰到师傅了。那师傅天天。无聊的，就是每天开车很无聊的。他要是就是百年修的同床渡，千年修的共枕眠，我们坐一辆车也是有缘分，这也能联系起来吗？这有什么关系？现在此时此刻，在一座车上面，一座车跟一座车，太一座车，我们跟师傅也是有缘分，懂不懂？这就是缘分啊！我们能在一个车上面坐着，你是喝到假酒了吗？我没喝酒啊，你他妈还。
还没喝酒啊。师傅都说你是不是喝了假酒了，师傅都问是不是喝假酒了。我跟你说，缘妙不可言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接不懂，接下一句，千年修得更正眠，记得是个锤子吗？问我呀，哭哭呀，我送的飞机，追兄弟的飞机。百年修得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，不行，我说有有缘千里来相会，那不是千年修得共婵娟吗？是什么？你们说，你们说，我记得应该是什么什么共婵娟，是不是？千里共婵娟，不对吧？弟弟已经在警告我了。哈？为什么？说声音太大了，你小声一点。哦、小声一点。OK OK。别整得人家工作没了。OK OK。我操，弟弟现在管这么严的呀？开玩笑。哦，好，我们以为真的呢。有点幽默。吓死我了！有一点幽默，但不多。无缘面对手难前，啊，这话谁记得呀？谁知道啊？太悲伤了，少搞点，搞点。啊，罗杰多对两个，来对对，考考语文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了呀。明月几时有？哦哦哦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犹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把酒问青天，千里共婵娟。我跟你说，我唱邓丽君唱的超级好。什么超级好？我唱邓丽君，我们唱一首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要很甜的声音哦。啊，你来吧。你问我爱你有多少？你问，对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我爱你有几分？你的情也深，我的爱也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就能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你的心也真，我的爱也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恭喜你，知己呀，洛西，知己难寻，你知己难寻，兄弟，真不错呀，兄弟们，真不错，唱挺好听的，嗯，真不错。你会唱你的眼神吗？嗯，会。包德的飞机，来，一起来。什么？你要不来点 BGM 呀？我想想，老周来吧。什么 BGM？ 你的眼神。谁的歌？谁的？蔡琴。蔡琴，听都没听过。哇，你哇，洛西，我真的没发现你居然就是跟我这么有默契，嗯，是知己难寻啊，是叫知己难寻吗？哦，你的眼神，嗯，你的眼神，蔡琴的，嗯，来放。他那怎么没有蔡琴版本的啊？不用蔡琴版本，没事，你放个伴奏也行。哦、第一句话歌词是啥？你给我提醒我一下。像一阵风。OK， 好，准备。我给你们搞个 MV 类型。你至少吃过，应该看到窗外啊！我
可以拿着我的手机看歌词。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看起头，看着你，而你却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。那是你的眼神，明亮又美丽啊，有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你没听过这首歌吗？这个很火哎。不行了，来感觉了，来啥感觉了？有点 emo 了，要休息一下了啊。这为什么会 emo 呀？这为什么会 emo 啊？我想想，太 emo 了。因为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不言不语。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谢水猴子的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。谢谢千变的办卡，谢谢固定终老的办卡。你在干嘛？你看他在干什么？他也 emo 了，你乐不得整一段。我以为他喊我四七呢，结果他是谢谢谁的办卡。我满心欢喜，噔噔噔，这么 emo 的歌你一点都不 emo， 一点都不难过。这首歌还好吧，我觉得它也不是那种很 emo 的歌，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。来，安静一会儿，安静一会儿。啥呀？安静一会儿。嗯，水星记的。四季五状态，别说。谢谢全是未来的办卡。来个你听了会 emo 的歌呗。我听了 emo 的歌，你经常会有没有听过？我操，不至于吧，咱俩又不可能不是一个年代的。不是，哎，不至于吧。我听的歌里面应该叫啥？我没听过，我操，是真的没听过。我还真没听过。还有那个，这首歌里面应该没听过，但是有一首听过的，就共和舞厅啊。没听过哦，
但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。你没听过吗？周，你在看什么？我没听过。大家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，也不见野果有人在深夜放烟火。没听过。怎么可能？苏奶奶，你给他放。这就是那个，就是那首歌。对。哒哒哒哒哒。哒哒哒。就跟刚刚你哼的有一个调是沾边的吗？一模一样啊！谢谢谢谢，他说他记得的飞机，谢谢他说的飞机，谢谢他说，你说，谢谢他说的飞机。日群翩舞去，都落了晨曦，在1980的漠河舞天。女朋友要哭了吧？说话你在酝酿感情的，咋啦？没事，三分钟之后你那个关麦30秒。OK， 你让我关我就关嘛。嗯，好。可能要不了30秒，可能10秒。OK。专业，看一下。然后他老婆不意外去世了，他
干活里干活。是电影吗？不是不是，是真事真事真事啊，啊真事、啊。他老婆那个，他老婆意外去世了，然后他等了他30年，一个人开着那个舞厅，就一直一个人在跳舞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我回去看看这个故事。飞来看一看我吧，看大雪如何衰老的，我的眼睛如何融化。如果你看见我的话，请转过身去采集呀。我怕我的眼泪，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。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这说明傅奶奶的共情能力极强，就是一般性啊，能看一个故事带入其中，或者听一首歌带入的话，他的共情能力就很强。共情能力强的人，有样子，然后就思念他的那个往昔。确实，来，开始。哦，要听完了，闭了，一会儿吧，同学们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当时吃的饱饱的啊，我觉得像苏奈奈这个情况啊，应该给他点个外卖。哎，美团外卖这都能送啊，兄弟们，等会儿呢，现在就赶紧。饭都要吃啊。那肯定要吃饭呀，对吧？我刚刚还没吃饱呢，我现在也给自己点个美团外卖，点回家里面，回去就可以给喝一杯醒酒茶，喝个酸奶，对不对？醒醒酒。哎，给苏奈奈也搞上一杯酸奶。美团外卖这都能送啊。好，可以开了。没得外卖，这都能做，好牛，好牛！这个时候你还在吃饭，你是什么？美团要掐饭了，美团要掐饭，有什么劲？我怎么不能掐了？因为你哭了，我就不掐了。他掐个商单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他掐个饭嘛。主要是我觉得你很需要这个酸奶嘛，我给你点个外卖怎么了嘛？哎，但是我上次卡点的，要这个时间点就得掐饭，那有什么办法吗？你是哭什么的？这卡点倒不是最主要的，主要我觉得你需要一个醒酒酸奶呀。对吧，那多好呀，对你这不好吗？对你多好啊，很正常吗？我怎么就不是人呢？不是关心你，关心水友，怕水友。上次都还跟我一起沉浸在那个故事里面，你说很感人，你这样就在那里吃饭，真是感人呀。但是我是投入的很快，我抽离的也很快嘛。那我不能一直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面，我也要生活我自己的嘛，我也要过我自己的生活的嘛，对吧？日子总要过下去，我不能说哎呀别人哎呀这个故事好难过呀，我就一直要跟他一起难过下去，对不对？那我也要吃饭，我也要站起来，我也要生活的嘛，对吧？他的意思是你掐了不给蛋宝不给树宝掐点那个汤喝喝。喝的嘛，那给你那个全羊，分一盒给你。怎么那么多广告呀？哪有广告呀？没打广告，这个不是。那不是打广告吗？没有那个，然后只是关心兄弟们，关心你，我才给你们点的外卖的。我不是那么，你想太多了。那么多广告呀？不多呀，哪儿多呀？树宝听到你掐广告，心都凉了。刚刚在给你深情并茂的讲故事，下一秒你在那掐上单。我也深情并茂的给他点了一个。还以为什么要闭麦呢？还以为他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？结果还在那里吃饭。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怎么了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你不懂吗？上一秒还在说这是我的知己，是知己啊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他没有。他如果有这个事情的话，他也跟我一样，他立马抽离出来。我跟九九说，给苏奶奶借点上单。就是你赶紧、就是、没有上单，你要给他创造上单。确实，确实，没毛病。嗯，确实。这表情真的好好笑啊！他好像很恨我的样子，他这表情，司机都笑了。你看看，好恨你啊！他的眼睛里写了恨字，他嘴还有点歪了，我。咋了吗？你就是个无情的人。我怎么无情了呀？我之前唱这首歌，我也唱哭了呀，咋了嘛？算了，哎，掐饭很正常，哎，也没事。那我们怎么没有饭掐呢？我们肯定有饭掐呀。他主要想。
想要给你铺垫一下，我问你，他接没有？接，给他接，给他接，给他搞点商单，给他搞点商单，接接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今天那个任务能过掉，苏奶奶80%的大功劳，我操！我怎么会是外星的人？哎呀，我不是你自己吗？我觉得苏奶奶当初要是能进个什么北影读读，学习表演，应该挺厉害的。挺有天赋的，我觉得听着挺有天赋的。确实。对，99%，确实。天哪，这也太远了吧！回去还有40分钟。虎哥说给你接一下口红，他100。那以后如果有口红商单，虎哥说给你接口红商单，他100。如果他不买，你下次就找他。真的吗？对，他说他要买口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口红啊？因为他喜欢在别人的屁股上画口红印。什么意思啊？五哥好吃口，他每次都要在直播间买点口红。厂商，哎，厂商自觉点，我们家树宝节目效果还是很可以的。那个厂商自觉一点，也可以联系99啊。知己批己。干嘛？我不是你知己了是吧？公司发票有。啊，不要发票，快到了是吧？啊、没有，马上才上高速呢。啊，怎么还有这么？跟你说了还有40分钟，很远，就是很远。好好吃啊！你不会想吐吧？我操！不想吐，吐了要赔500哈。真的赔钱的啊！师傅，现在涨价了吗？涨价了。啊，人家这是专车，不是快车。如果吐在车上的话，几百？人家五百买的脚垫，你自己算。对啊，人家新买的脚垫，你这脚垫全也要给。不要哄抬价格。师傅，如果吐在车上的话，几百块。的话就200就可以。我的话你给他打折呀，你太好了吧，打折了，谢谢野猫的飞机。师傅给你打折，你不会要接受这个打折吧？真的要吐吧？不可能吐，我并不可能吐，我不可能。那这么伤心的粉丝，我就算吐出来了我也咽下去。啊，你的脚垫上你咽下去了，我有画面了。有什么？你怎么全喝完了？哎呀，咬不断。谢谢野猫道人，谢谢野猫的飞机，谢谢野猫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痰，就是有一个人，呕吐香啊，是。啊，说了别说了，有一个人他抱着一壶痰，然后他一口就全喝下去了，然后旁边就说，你怎么能全一次性都喝下去了呢？他说因为我咬不断。他是不是很形象？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咬不断。我小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买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就叫《呕吐消化大全》，然后全是这种呕吐消化。但这个消化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，还有一些其他的，但是真的很恶。为什么要讲这种笑话呢？他好变态！不知道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小学的时候，当时很流行，你知道吧？真的很恶心，这种真的很流行。当时这种故事，就算你记住了之后，你没有场合可以拿来说笑用，没有场合可以拿来分享给朋友。这不是在跟他分享吗？这不是刚跟他分享的吗？那你这是遇到臭味相投的了。臭味呢？还是不是臭知己？知己。哎呀，那我还是坏女人不？也不是了。但是你刚刚都没有看到我他那个漠河舞厅。我看到我都差点哭了。对吧？嗯，我都要哭了。我今天回去看看，叫漠河舞厅是吧？它就是一首歌，叫漠河舞厅。哎哎，你下次可以唱给兄弟们听一听。我听都没听过。你听吧，真的好听，真的很好听的。嗯，也适合我。春风入海浪。有没有人觉得我唱歌唱得很好的？你说你最爱丁香花，原来你的名字就是他。干嘛？这首歌多么可爱的人啊，做出伤感的人啊，花儿枯萎的时候。嗯，我还得漠河舞厅，这个故事是真的很感人，是真的很感人。这个麻都行，这个麻都行，干嘛？这么想了解你的自己吗？那你看《苍兰诀》，你也不看？看。哦，天亮了也是，天亮了也是那种。天亮了。天亮了也是那种会。
是很感人的什么故事啊？没听过吗？没有听过。什么天亮了？你们怎么知道歌故事背后歌里面背后这么多故事啊？你们从哪里看到这些故事的呢？天亮了真的有点感人。哎，舒兰的共情能力真的好强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天亮了，韩红的那个天亮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听过。让我笑了。已经很幸福了，要知足，要知足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要感谢，感谢现在能拥有的一切，是的，是的，确实，还没到点儿，还有十五分钟才要点那个，还没到点儿呢，还没到点儿呢。我真的，我这舒奈奈共情能力好强啊，太强了，这个听一个歌，看你是那种看电影特别容易哭的人吧？嗯，就看了那种感人的电影，可以。你会不会觉得在电影院偷偷哭被朋友发现很丢人？没丢人，有什么丢人的？我觉得哭就是正常。我一般哭了，我会跟我一起去的人互相对视一眼，看看他有没有哭。然后就会偷偷的啜泣，然后不想被别人看到。然后就会相视一笑。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要珍惜现在。我真的一直都很珍惜我现在的生活，我觉得真的很好。因为其实感谢，太感谢了。太感谢，说得好。哎，但是我发现舒奈奈听歌，她不是听那种悲伤情歌哭的，她要知道这背后，她要知道她有歌背后的故事。对你光是悲伤情歌，那开心每一天，开心每一天。好，立马更改标题，
心，开心每一天，开心每一天，开心每一天。他们在说什么我都看不懂。太好了，让你谢一下虎哥刚刚送的飞机。谢谢虎哥的飞机，谢谢虎哥的飞机。啊，这是新的飞机。谢谢虎哥的飞机，这是新的。这个是我中单盖伦贼西前面有个飞机，送了。谢谢直播间的学友们，谢谢谢谢。就开心每一天，是真的。那你需要一个开心每一天。嗯。真的。真的很好。哎，那我们就哦，我们今天还得出去做核酸。啥呀？哦，是直播间的声音。直播间的声音。哦，那是耗子呀。哦，那是耗子。耗子叫什么呀？耗子叫我中单盖伦贼西。怎么这么蠢的名字啊？哒哒哒哒，慢慢的渐渐走远，他在我的被窝上的人世间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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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他刚刚哭的时候，我口爆了一次，我忘了我要说什么，他就说我怎么这么冷漠，他都在哭了，我还在那儿哭，我靠，贼好笑。然后他后面又哭了，弹幕就都在让我可以开始上链接了。哭戏直接给你说，没有。哎，你有没有？你小时候有没有梦想说去搞个表演或者干什么？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你发觉自己天赋晚了一点，太可惜了，没事，又没事。他们说这张以为是舒奈奈抱着桶在哭，边吐边哭，真的有点像哎，在车上抱着一个桶。我已经真的很幸运了，很幸运了。其实在209935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你不觉得很幸运吗？就是如果很多人。第一份工作或者干嘛的，如果在大公司的话，其实真的可能会有很多的人情世故什么的。但是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书艺这直播，其实就很简单，就一个老板，一个同事，就大伙都很好，真的很幸运，真的很幸运，确实，是真的很幸运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能这样，也是因为我真的很幸运。嗯，歌曲。太，真的太幸运了。就是你现在能够做主播，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擅长。你说我要我擅长什么？我真的啥都不擅长。啥呀？啥呀？烦死了！啥呀？太烦了，这些人。啥呀？看到没有？真的很幸运，真的很幸运。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能很开心？因为我一直都挺幸运的。其实我们都挺幸运的，是真的都很幸运了。是啊，我都在工作3年了，哪有3年啊？有的吧，没吧，快3年，没3年，快3年，就不管，因为。其实对于书艺来说，找个什么样的二胎都无所谓吧，可能。但是我真的，我觉得我跟蛋宝，我们两个人都很幸运，能有一份这么好。谢谢三当家开通的钻粉，谢谢三当家的钻粉。你看老板不忍心开除你了，我很老板为啥要开除我呀？我很感谢周素怡，所以明天我要。谢谢三当家开通的钻粉。我能爬呀？我不是情商高什么的，就是真情实感，是真的。我觉得可能，其实真的很多人也很羡慕我们。其实很多人都说了，我们这工作确实很轻松，确实很轻松。你就相比起来的话，就是幸运，很幸运，真的很幸运。并且老板对我们也特别的好，每天还能见到很多的美女，每天同事也是美女，老板也是美女。三年之约已到单飞，我干嘛要单飞啊？我单飞，你们是巴不得我工作没有了是吧？巴不得我都小声点，小声点，小声点，说，我也要聋掉了。他一直在我耳边说，你知道吧？主要他突然一下高昂起来，高昂了我就顶不住了。
平静一下，平静一下，平静一下，美女、啊，平静一下，平静一下，情绪的转快如此之快啊！这上一秒还沉浸在悲伤的故事当中，马上励志起来了。励志完了之后就开始，谁不喜欢美女？来你家拧螺丝，阿古你家干嘛呢呀？阿古，我今天回家也没什么状态了，我等会儿回去就把那个女鬼桥班通关了。我说实话真的，你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，老有人说什么啊，周深你真好看呀、啊、什么的，我就喜欢周深宇这样的，干嘛的？这个时候我就要说了，到你喜欢的周深宇，我每天都能看见。你还真不能每天看见，哎，差不多吧，差直播，差不多吧，见到我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吧，真的有人在我面前一直说什么啊，我好喜欢周深宇，我真的好喜欢，真的，我真的想说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只能说你每天喜欢的，我说你见过他本人吗？他说没有见过，我说那本人可比视频上好看多了啊，本人。有一种就很多人追星，可能就是你的同事就是明星的那种感觉。嗯嗯，不是什么舔啊，我就说的是就实话，就实话。好喜欢周淑怡，能给你淡保微信。我也是，我现在累的已经，主要是我早上十点钟就起来了。哎，我早上起来还去彩排。哎，那是明天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周年。9月1号。哦，那为什么是昨天彩排？今天彩，然后31号还要彩一次，彩两次。周年能你能去？哦，因为你是官方的。我主持呀、啊，我只是，我又不是嘉宾。哎。鱼的去不了啊，没事，在家看直播也挺舒服的，在家吹吹空调，哎，也挺舒服的。去哪里啊？而且现在今年不是那种场地、啊、今年是什么？今年是棚子。哦，嗯，演播室那种。去哪里？很小。周年。哦，在哪里啊？在上海吗？嗯。去年不就是我辅助 UZI 那次吗？还有前年你好像去了海南吧，去年不就是我鸡战战打了第二那次吗？对，你打鸡战战啊，我打那个撸啊撸那次吗？对，物资五杀那次吗？哎呀，太猛了。哎，这是不是你第一年没去周年啊？周年我有好几年没去啊。是吗？我感觉之前你每年都有去呢。我的是 All Star 每年都去了啊， LPL 全明星每年都去了。不是我拉了，拉了啊！哎，不是斗鱼拉了，是我拉拉啊！我拉。干嘛？就是我拉，都没拉，只是大家换了一种方式参与而已，换了一种方式参与，都一样。一个胆，我差不多下了，困了、大家都累了。今天2点钟开始播到现在，我好快，9点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，我今天睡了4个小时就起来了，几个小时吗？2点到现在9点，2、3、4，我还要播到1点，几个小时？为什么播到1点钟？一个小时，为啥播到1点钟啊？因为反正要播到12点钟，那12点钟既然都12点钟，就把多人打了再下呀。我天哪，你为啥要播到12点钟啊？因为12点打多人。你要打 PK？ 啊，好狠！你看看，我操，
我们前面在 PK 打不过拆成是没有原因的。您不是打过了吗？那不是豹哥帮忙弹一首吗？前面豹哥问我对面是谁的时候，我就预感到他可能有点不对劲了，要左右互搏了。豹哥是之前的暴躁之星是吧？对对对，他小号那个是。那他会问得出对面是谁的？他不认识他，不认识他呀、哦、又不是你在对面。但是看直播间不就是我在对面吗？所以他就会想对面是谁呀、啊哦、当然这是很不是很正常，他就看到又不是你，他会是对面是谁。罗杰真勤奋，确实不行了，我明天要摆了。明天怎么摆？打个游戏摆摆吗？对啊，就是晚上晚点。哎，我推荐你一个游戏，很是什么叫小生活。小生活，嗯，是那种养成类的吗？是那种有点像大多数的那种类型。哦，可以可以。我发现你现在很喜欢玩恐怖游戏啊。那我一直都很喜欢恐怖游戏。嗯，我恐怖游戏大亨。我不是经常摆吗？没有，最近都很那个，都没摆。那我们准备下了，等会儿九点就下了，好吧？哎，正好你九点下了，我这边正好接上。接什么？我九点钟那个。哦，又是一次。嗯。兄弟们，我们昨晚下了，今天播了七个小时了，书宝也累了，让书宝的眼泪休息一会儿吧。对对对，明天是我五点钟来，十二点，因为晚上十点钟有一个活动，咱们要去查房，来查房。查谁呀、啊？舞蹈妹妹。你别管，那查的人有点多。毕竟晚上十点钟，哎，我觉得舒奈奈去学一学也可以，也可以整一点舞蹈，来搞点那个，搞首歌。干嘛？你要嘟嘟嘟，每次下播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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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舒宝，你今天不会是从八点半开始播的吧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跟舒云一起出来的呀。哦，就从两点钟开始。对啊。嗯，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，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明天下午五点，我在直播间。明天下午十二点，树宝在直播间，与你不见不散。你不孤单，有我晚安。Good night， 拜拜。Good night， 今天刷不了屏了。Good night。今天还有声乐课呢，我去要上声乐课。几点啊？来得及吗？十一点。哦，我操！这大半夜上声乐课。我也要去学唢呐。哼，你唢呐都学了那么久，听了多久了？我肚子好疼。太累了，你狂打嗝。太累了。嗯。好累呀、啊，狂打嗝，我肚子好胀啊。哎，把这个鸡排根还你。好，你先拿着吧。罗姐，你怎么永远都能活力无限呢？我妈是你活力无限，我已经在这儿萎了很久了，好吗？手机我都看到他在玩手机。对啊，我已经萎了很久了。你在玩啥手机呢？在看。什么时候看？我跟你说那个。嗯。哎呀，这两天忙完了就回去看。你说24号看的，现在我不是在一直在忙吗？忙完了就来看。嗯。哎，真的，好明显感觉我这个自拍杆。纹很多，超级嗯，同样在车上有点抖，但是我的自拍杆就没有那么抖。我都一直打呵欠了。你几点起来的？十点。早上十点。嗯。九九给我发消息问耳朵还好吗？耳朵快聋掉了。九九姐今天不来喝酒，没意思。他去那个烧香去，没意思。嘟嘟嘟，爆款新品，给我推荐了很多鸭脖，九四姐。进入外卖，没想到啦啦啦啦啦，时间，哎呀，今天。
天出门啊，我就说少带了点什么东西，原来是我的防晒伞没有，防晒霜也没有。我觉得家里一定不能少了这个东西，大夏天的我们一定要拥有防晒霜啊，特别是防晒衣防晒伞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些都可以上美团外卖上面就能买到啊，三件套全齐。哎，我告诉大家，怎么有点网络没有了。哎，今天其实可以叫谢岩一起爬山，他反正没事儿。但他没在群里说，我就是在群里说的。这次我问他的。啊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为什么？哎，算了，我知道卡了，没事，我重新说。谢岩，他跟谢岩好像关系一直很好。你就是被双子座大家可以女生拿捏住了。谢岩九九，哎，我知道刚卡了，我先来。都双子座，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外卖没想到啦啦啦啦啦时间。哎，我就说嘛，今天出门之后感觉总是有点不对劲，我说怎么爬了一会儿山都晒黑了呢，原来是我防晒伞没有，防晒霜也没有，防晒衣也没有穿。但是没关系啊，都可以上美团外卖找到，上美团外卖搜索外卖没想到，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美团外卖全都能送，美团外卖这都能送，不仅有防晒霜、防晒衣、防晒伞，你想要的电器，我们的手机、平板也能够买到哦。美团外卖这都能送，没卡、啊，别想骗我。刚刚是卡了，刚刚应该是真的卡了，现在是假的。不要忘了点击我们。不要忘了点击我们直播间左边这里的一个链接，一键跳转哦。肯定不可能卡了，还没到家，是的。到底真的卡了吗？假的，点一下，左边。在左边，在左边，对对，左边，什么？十分钟。点一下这里，谢谢涂山达姑的两张办卡、啊，不是涂山孤单吗？真的吗？那我一直都念错了，我一直念的涂山达姑，根本没卡过，点，如果你不小心点了叉的话，你退出直播间重新再进来，你就又能看到那个图标了，再点一点。搜索外卖没想到，右边，再左边，哦，真的是涂山孤单。我一直念的涂山达姑，我一直念的都是涂山达姑。闭目养神的时候，感觉像在天上飞了。那你是喝多了？不是你们，哦，根本拦不住。你闭着眼睛。哎，我刚刚闭了。感受一下，像不像在空中飞？像在做游乐设施，它开得很稳，很好，很舒服。噔噔噔。哦，根本拦不住，天赋和努力造就我的 groove。回去还要补拍，好累呀、啊。师傅，你开多少年的车了？我啊。说来也巧，今天刚换证满六年。六年、嗯？每天都开吗？对呀、啊，真的。对、
难怪开的这么好。那你以前是开的出租吗？没有，以前是上班的。什么？以前是上班的。哦。肯是因为没吃，几个月了，关键的时候就没有，烦死了，给我整笑了，啊，天赋和努力这就不对，太离谱了。这样一对比，老周你好小一坨呀，就是你整个人很小一个，因为我骨架很小啊。嗯，明天就生了，三个月了，肚子里是三月妹妹，肚子里是三月妹妹。哎呦，我手机没电了。这车充的好快啊。那个两厢的 smart 当飞机开呀、啊！我以为你刚才骂人呢，那个 smart， 我把车子听掉了。smart 多少钱？20多吧。便宜的这事情。哦，还有便宜的。照着你的眼睛，杀人又何妨？我说这么儒雅的师傅看起来这么儒雅，怎么会说这种话呢？你本命年啊，谢谢韭菜鸡蛋的飞机。对，哇，你这都能算出来、啊？因为我妈也属虎。哦，今年是虎年嘛？啊，那你妈48了？我妈60了。真的假的？干嘛？我妈30生的我，我30，我妈60怎么了？哦，我妈晚婚晚育。一般30岁生的小孩呢，就是会比较聪明啊。30岁哦，确实，我看你样子挺聪明的。干嘛？谢谢流年的办卡，谢谢韭菜的飞机，谢谢韭菜鸡蛋的飞机。那你今年也可以开始准备了。准备什么？穿个聪明的小孩。我不，人精啊！你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现在你是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在前面做示范嘛？现在其实我们这一代90后没有都不太想愿意生，对，都不太想。也不是吧，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是、啊、其实大家看身边的我们的同对，大家都没有什么想那个的，锻炼身体。唉，书包太可爱了，一点都不像30岁的大事。你们觉得3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啊？哎，师傅，这边右转吧。这里右转。右转吧。哇，那个能进去，好吧？好。30、40的什么样都可以啊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只要你每天开心健康。哎，我说我妈28生的我。对啊，我妈生的比较早，24、25。哎呀，我跟我妈跟她妈应该都是属于那种。但这个，对对对，我们这个都算是比较晚的了。
25还好吧，28在他们那个年代25算晚的呀。我妈30肯定算晚，他们那个年代基本上是22、23就要结婚生孩子了。你们带房卡了没？我妈对我很好。没带。没带啊？那认识。那我在门口不拉认识。哦，认识。他认识我。OK。我操，都认识你们。嗯。我上次开电瓶车他都不让我下去。你居然有电瓶车？啊，我舅舅的呀。哦，我以为电瓶车呢。电瓶车呀，真的是就我那电瓶车，开个电瓶车。门口的那个几个兄弟都认识我呀。今天我出去的时候，他们给我口罩什么的，就都很好。我操，都混得这么熟了。对啊，牛逼。我跟正门的比较熟，跟后门的没那么熟。我也是正门的比较熟，正门的出去对。后门的，后门我那天出去，我推着个行李箱，他不给我开门，他说你有15吗？你有15吗？15是什么？我说我都30，他有我有15岁嘛。我说我都30了，他可能以为我装杯吧，他可能以为我提着个行李箱是要离家出走。你是不是在出？我那天没，人家没化妆，然后我穿了一个 T 恤，看看一个短裤。你在说锤子？你说你有15吗？你真的他真的他当时就是这样说，他说你有15吧？他说你15了吗？你15了吗？你逼脸都不要了，真的啊，真的。我说实话，你们怎么没人相信啊？我也觉得很离谱，但这确实是真实的情况。他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矮啊？你戴口罩也有可能戴着口罩看不清嘛，身高在那里站，确实。怎么会呢？因为看起来太显小了。好的。嗯，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嗯？我的脚本来是37嘛，我现在真的变成38.5了。怎么会还会长脚的？有多大的人、啊？我天天穿拖鞋，是真的，兄弟们，要是你们穿拖鞋的话，你们真的要注意了，的真的会变大。我之前穿37码的鞋，现在我要穿39了，38.5，真的会穿鞋脚会变大的、真的会变大，太夸张了吧？你就前面右边停吧，这里右边停，靠一边的，哎，就这个，谢谢啊。谢谢，我下去给你五星好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拿着书在那。哎，我烤全羊。哎，什么都不要了啊！我手机。我看到东西辣没有？没了，没了。没有吧？没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师傅，那个水我喝了几口，你给我吧。好，谢谢。你再看看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掉的小东西，有没有掉的？烤全羊没掉，那个烤全羊在我这拿着呢，明天拿到工作室一起吃。嗯，我这个我要去直播间，走吧。走吧，一起。你是不是只租了新的啦？还没呢。哦，你去看了那套是吧？他那套是套三的呀，但是。套三的好呀，我要直播间做、也是，我要客厅做直播间了。哦。晚风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怎么都不会说。严风惊扰我三千里王菠萝要搬到我旁边了，他是要搬了呀，他搬了个4室、因为他说3室太小了。嗯，这王菠萝的鸟好可爱哦。你认识我不认识啊？我没带卡、就跟他说就行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靠，可以啊，舒奶奶，好使啊！真的是面大呀！我每次都是，我上次谢谢，他都不让我进，我在那站了半天呢。但有时候我跟后门的兄弟不熟，然后他就问我，我舅舅认识他，然后他就跟我舅舅说，我不认识他，没见过他。都是兄弟，因为我从来不从门口走的。嗯，他们有时候有些会认识，有些不认识。不是，主要开车出去，我都不啊，对啊，他们看不到你人的。好嗨呀、你给我上去打歪车。保安哥会不会天天看直播呀？我擦，不近。但有一天我做核酸，我做完回去的路上，有个人拿着手机过来跟我合照。我操！他住这个小区的，贼骚。他看到我都在做核酸，我操！周姐，周姐，世界太小了。
兄弟们，我先关一下，我们等会儿开啊。我们等会儿开，等个五六分钟吧，好吧？等个五六分钟。好吧。等会儿见，等会儿见，等会儿见，兄弟们。拜拜。你等会儿见个屁呀、啊、你！干嘛？你要过来带我帮我跟我一起直播的吧？等会儿见，兄弟们。什么时候你成我们的老板娘了？可以要大一点，太难了。三台，哎，成我们的三台，三台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老周肯定不开了，他都播了七个小时了，他两点见就开播了。嗯哼哼哼。扣三扣三扣三，拜拜拜拜。扣三，等会儿见，等会儿见。嗯哼哼哼。哦，八斗应该很想我吧？哦，真的吗？疲惫的一切，这东西给你了，走。